最大型的京都国际动漫节即将在9月7号登场。去年举办第一届呢，才3天，入场人数就创下了23000多人。今年主办单位扩大举办，而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呢，还推出了只要凭护照就可以免费入场。欢迎来到京都国际动漫节，舞台上的表演结合漫画人物。去年才举办3天，就吸引超过20000多人参观。今年主办单位扩大举办，希望能成为新日本最受瞩目的动漫据点。活动预计9月7号、8号登场。日本当红动漫作品，包括《油井天家族》《进击的巨人》还有《宇宙兄弟》等，都将展出。现场还有限量商品区，以及结合漫画美食，满足漫迷视觉和味觉。今年的京都国际动漫节，为了吸引外国游客，只要带着护照来，都免费进场。不止白天逛展场，晚上还有声优演唱会，一路从白天排到黑夜。据新闻综合报道，交友配对节目呢，近年来人气高涨。